魔法奇迹，这就是颠覆你眼力的魔法奇迹。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台湾的魔术师陈冠霖。有请。Hello， 各位现场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要做一个环保的魔术，我要让东西物质再生还原。各位小姐您好，手可以借我吗？小心哈。哎，可怜的小姑娘，鼓掌鼓的手心都是。这是硬的吧？你摸摸看，摸摸看，硬的吧？硬的。好 ，OK， 仔细看。比如说这个，它现在是弯的。我们试着慢慢经由我的内力让它还原成新的铁钉。就在眼皮底下，有没有发现它有点变直？对，嗯，再次，我只要轻轻的施加压力。我发现冠霖这个超能量跟我现在有一拼了。你这样讲，我功力会散发给你。是啊，好意思。他已经比刚刚角度稍微回来一点，对不对？所以小姐，你有什么感觉吗？目前还没有任何感觉。稍微又回来了，仔细看，最后。接下来呢，我需要一位美丽的小姐跟比我稍微不帅气的先生。不用找了，都在你两边。好，还是要分的观众，还是要找一个比小尼稍微不帅那么一点点的。哟，我还没挑呢，他怎么就上来了？你要属于主动型的。对，女生，女生。好了，就你啦，一位女同学。脸好红啊！哎呀，比较腼腆的女孩子、哦。最喜欢害羞的女生了。称呼。黄子莹。子莹。黄子莹。莹莹。哎呀。莹莹。嗯。你们有曾经被控制过心思吗？没有。没有。都没有。没有。OK， 接下来我要试着控制你们的心思。首先，把你的手借给我一下。你被我控制。你没有，你现在还没有感觉。但是等一下你会不自觉的说出我想要你说的话。接下来换男生啊，你不用，男生不用，不用手，看着我就好了。你这有性别歧视啊！真是，看着我的手，你被我控制了。男生只需要这个步骤。他意思就是男生一般都比女生笨一点，好控制哦。好，今天我要用到的是扑克牌。好，扑克牌。那这副扑克牌，我先告诉大家，它是特殊的扑克牌。嗯哼，怎么样特殊法？我们最后再来揭晓。首先，女同学，你代表的是红色，好不好？那随便拿一张红色放在这里，你的眼前。男同学，你的代表是黑色，好。所以等一下呢，如果我拿出一些牌，在你眼前。我问你，你觉得这是红的还是黑的？你觉得是不是红色就好了。如果你觉得是红色，我就会把它盖在这里。如果你觉得不是红色，我就把它放在中间盖住、嗯、了解我意思吗？好，那男同学也是一样，我会问你，你觉得是黑色的吗？你觉得是，我就放在这，你觉得不是，我就放在这里，好了吗？ OK， 我们先从女同学开始，请问你觉得这三张是不是红色？是。是。好，我们把它放在这里。看得清楚吗 ？OK。对，请问一下，你现在是自己在说还是他在说？我自己在说。还是自己说？没有，他被我控制。接下来，男同学。不是。不是，不是，我把它放在这里。女同学。莹莹，是是，
好肉麻啊。男同学是是黑色，我们把它放在这里。 OK。 影莹是是影莹才有个性啊。坚持就是不动。对对，就是坚持。好，最后一次，男同学，这些是不是一半是一半不是行吗？不行。那就是吧。如果你要这样子也可以，你要这一半还是这一半？这半不是，这半不是，这半是。那嗯呢？所以他们现在都是透过自己的嘴在讲你的话。对对吗？对。嗯，其实他们被我控制，被我控制。你代表红色，你刚从头到尾你几乎都在讲是，对不对？全部都在。如果这一叠是红色的，都是红色。不过这个不厉害，还没有到最后的高潮。如果这些都是黑色的，男同学似乎比较好控制，都是黑色的。怎么样？还没。这个也没有什么厉害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说是或不是，我放在这里其实都。是红的就是红的，黑的就是黑的。嗯，重点在这一堆，他们说不是的这一堆。嗯，我刚说过这是什么牌，特殊的牌。他们说不是的这一叠都是白色。谢谢两位同学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你太厉害了。当然，我想说的是，这个世界上当然不存在什么神话和心灵感应，最奇妙、最奥妙的就是魔术师的眼睛和他的手啦。对，正所谓天赋眼力，魔法奇迹。谢谢冠霖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好，我们下周再见。